靠腰，我是蒸汽女孩吴依林，不要再来问我到底头发要怎么样好看，也不要一直私讯我到底要怎么减肥，赶快去女人我最大 YouTube 频道去按订阅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知道如何变美跟变瘦哦。许我介绍几样提花的，而且经典的，真的很经典，而且很提花。这一支哦，24K金，真的24，很贵，24K金。24K 就跟那24K金的美容仪一样，可以干嘛？为什么它有什么道理吗？它可以让头发比较毛，它可以让头发不静电，拿起来就是不一样，就是爽。就是爽，就是爽。梳的时候就是你知道，干，他头发很打结，怎么会这样？梳的时候就是爽，然后再来就是它是一个精品品牌，就高级定制服的他们出的工具。好，然后呢？所以要以物易物吗，老师？是老师。这一支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新梅姐也有，但是它的是黑色的，对，是一样新的这一代，但是这个颜色呢，继我之前的这一个颜色之外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一直在用的，然后我之前还有一支18K金的，然后这是最新的，握起来有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是最新的，最新的香槟金，最新最新，哦，很赞，好喜欢这一家的，对他们东西真的很赞，好赞，虽然不便宜，但是好，你用完这个就回避，这还没有什么，这一组梳子一定要投资，这三支加起来是10000。这一支3000多块，它是，然后3300，它是真的纯发，它是可以刷牙中毛的，然后呢，它对你的头发也会很好，不会太大的伤害，因为它不是塑胶的，它是很纯天然的猪鬃毛。对，再来呢，我都有这么提花吗？没有，有一个东西呢，我很推荐，但是呢，它的价钱还蛮亲民的，直的卷的刘海。长刘海、短刘海或尾巴一个弯都可以，就这一支，好，它不贵，它才2000多块而已，所以这个是你非买不可，但很有保值性的。好，最后一个呢，一定要买哦，而且第一个所有手残的人都可以使用，它是这样，这是我介绍过，对，它是这是特殊专利，它是特殊专利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史上第一支板夹是针对于护色的。因为它还可以保有保水、水蒸气、护色离子夹，这个猪鬃毛它是世界专利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设定是230哦，你看我设定到230，对，哎呦，而且那梳子超好用，对，看起来很特别哦。先把头发梳好，对不对？这是毛的哦，什么都没有擦哦，没有没有。然后头发拿起来，只要放进去，压紧，压紧，对。顺着拉下来就好，顺着拉下来。那它那个梳子有梳子，请你仔细看我拉过的头发，好像有一层水。哇哦，你看，哇，它好像有一层水，就是它的特殊专，而且等一下大家来摸它的发，它那个梳子，我做一半就好。有用，它梳子刚好过道吗？有啊，因为它可以让它隔离一点点距离。看哦，它整个那个头发的质感。所以想一下那梳子的作用，他们一直觉得有梳子要干嘛？对啊，作用有啊，它有弄到啊。你看我这样有弯，它有弯度，可以弯啊，好亮哦，好，想要。你去给老师摸两边的发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梳子的作用是梳子，因为它是猪鬃毛，它也是鬃毛，它是专利，所以它其实可以帮助你把头发表面那个已经翻起来的毛鳞片，整个给它顺滑下去。你说它只有弄直吗？没有。如果你想要弄一个弯，对不对？你想要弄一个弯，好，那我们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这样转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停一下，你都还可以这样压，你看它毛，然后哎，那梳子很亮哦，哎呦，弯度出来了，而且很快，重点是这个很快，嗯，它好多。我跟你讲，连去挑染才看得到。不是，因为它染这个发色，如果你真的没有顾好，看起来会很像生病。我老实讲。就是气色也不好，对，好赞哦，对，你看两边，超哇，你这真的是两边哦，然后我都还没有擦任何的，都没有用任何的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就用它原本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更好的话，你就是可以使用一下这个顺发液，它是现在在专业发廊里面造成很大的那个
购买。嗯，因为它是以色列进口的，然后它是王室专用的。哦，你看它一样不潮，好美哦，差好多两边两个人，头发一定要整理。对啊，这一次一定要买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买，是一定要买，实在太重要。今天就要搞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付出绝对是想要让大家看到新的东西。发质真的很重要，投资一支顶级的变法工具，轻松整理发型，才能带来好运气。